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。本期呢，给大家继续带来《超级马里奥三》的第七世界。我把地图上啊翻牌那个东西清理了一下，这样得到了一些奖命。第七世界开始变难了。事实上，第六世界就有一些难度已经稍高的关卡存在。有小伙伴建议我把一些道具啊都用一用啊，可以，毕竟游戏到了这个阶段了，还有两个世界了。我清那些翻牌的东西呢，又清出了一些道具。现在道具还是挺富裕的啊，这关用了一个，哎，你钻这头来了。这关用了一个蘑菇，这破桶啊，不小心就进去了。左边那些金币不吃了。他俩撞了是最好的，否则这里地形太窄了，他俩来回在里边撞呢，很容易把咱们给刮到。看这个距离啊，这个冲起来就非常的不爽，就很难撞到你想要的木星。翻牌又出现了，算了，我再也不清他了，清够了。关的主题就是这些破花，如果有有子弹的话还可以啊，可以把他们打死。这关是有一个地方是必须要下水的，我觉得。哦，这里出不去啊，这里出不去。这里来呢，是把道先铺上，把所有的音符顶出来，然后返回上一个。哦，那个也可以下去。能下去的桶呢？可以看见啊，可以看见。我天，这敌人已经开始组火力网了。好，又捡了条命。这进哪个桶呢？看一下啊，一共有三个桶，希望我能找准位置吧。哎，找准了，是这个。无敌星儿。这关前半段看起来有点轻松啊，啊，后边有这个东西了。这个货讨厌啊，这个货讨厌，反弹了，走走走，不理他了，我已经承受了损失。变小了没关系，可以过关。哦天，得到了个花。这要走哪边啊？走五吧。走五吧。来，咱们接着吃东西。把花。
用一个。看起来又是一个迷宫式的。啊，左边，右边那个桶我知道。你们是什么炸弹啊？不怕子弹打。这应该是钻不出去。哎呀，点出个奖励蘑菇。哎，从这儿出来。这需要有尾巴抽啊，进左边这个桶。哎，进不了了，走这边啊，反正能过关就可以啊，反正能过关就可以。我是不是应该留一个乌龟给我垫脚啊？不用了，上来了。这边铺上，我天！好，然后再重走。好费劲。这回终于能出来了。哟，这个是个花儿，这回是个形儿。算了，不追求这个东西了。又一个青蛙。进这里看看。哦，这不行，这不行啊！你这关是不是白打了？第四关也打了。哎呦，是个水关，哎，还是个强制的，还是强制卷轴的。这关后面是不是会吃大鱼来咬我呀？我好像有点印象。是，哈哈，就在这儿。哇、哦，这鱿鱼还会爆炸，自爆鱿鱼。哇，电水母，它们漂浮着不动啊。哎呀，幸亏有子弹。哇，花对这关来说太重要了，太重要了。干掉。赶紧啊，差不多过关了。三代的话每关的流程不是特别的长。打不动。这关打得多，这关的关打得多啊！哎呦，坏了坏了坏了，我没下去。哦，下来了下来了，一样一个，我这个劈满了呀。啊，这里可以，先打这小城堡吧。
这关很特殊啊，其实这关是可以刷命的，因为这个场景可以反复的回来，靠吃金币就可以爽爽的刷命。但是咱们用一个正常的过关的方式，拿一个浣熊装来过关。其实这关如果拿一个 P 的话就可以速通，迅速的过去了。但是这个浣熊装呢可能就不需要拿了。啊，浣熊装可以变成这样，无敌啊，这个状态是无敌的。然后它可以踩爆那种亮的光球。啊，所以说这个状态是可以看作是尾巴的加强版。哇，这里开了，这里开了，这关可以选择用一个 P， 这直接上，直接上，什么 P 不 P 的？哎呀，有点不够高，还得跳上来。到处都是花啊，就是。拿到了一个 P。好，这样这关算过来了。是不是进这个桶啊？我不是很确定啊，应该不是。进这个试试。这块破桶太多了。哦，也不是，那进六那个，然后回去打第六关。先把这个图拼了。嗯，还挺好看。这关我想起来了，这关是一个脑洞很大的一关。啊，这个东西你需要跳着踩它，它才能改变方向。作为一款1988年的游戏啊，做出这样的脑洞已经非常不容易了。这种单个箭头的呢，改变不了方向，只有上边是个灯泡的那种可以。这边哇，上面是钉板，哎，不行了，它在闪光了，闪光了就告诉你没有耐久了。这又有一个改变方向的，让他靠点这边啊。好，进桶。顺利的感觉，但是这关确实很多地方比较难。六七，打七。哦，抽他！哎呦，我想起这关了，这关是通过啊接力无敌来过关的。
就是前一个无敌如果有时间的话，后一个无敌就稍晚点吃，这样才能接上。好啊，这样才能接上。哎呦，最后时间被我耽误了一会儿，好在咱们有尾巴能漂浮一下。每次都看青的标在这儿来玩啊，来玩啊。这关看起来也是一个迷宫性质的，他还给了我一个花，我要想办法到外面去，是吧？不能是飞啊，这关过关还是要。不是在里边啊，想办法进到这个里边去。这边呢，就是个桶呗，就是要进一个桶里，就是这儿。这边啊，在那儿，果然啊，又贴个蘑菇啊，幻形装扔了，保存了大半关的幻形装在这儿扔掉。这咱们换个什么呢？啊，好多幻熊，来个无敌，然后来个蘑菇。哇，这坑的距离有点远啊。哦，行了，猛到这儿啊，就猛到这儿。完事儿，无敌没有了。往这儿扔子弹，这儿。对。哇，飘回来了又，来转过来，转过来，来，哎呀，我天，我离这么近了，他还出来，又变成小个了，哎呀，不应该踩他，来来来，重带一下，重带一下，放他走，踩他干嘛？给自己添堵。还有没有啊？没有没有，我要冲过去啊，我要在这冲过去，等这个球一圈冲。下关可以考虑用个 P 了。来个 P。再来个无敌，下边太凶险了，咱们就不从这走了，飞了，省心啊。还剩了个蘑菇，啊，这个国王变成花了，啊，这个一定要恢复原状啊！前边那六关好歹还变成个动物，这个直接变成植物了。
这个物种不行啊。啊，这个我要义不容辞啊。哇，你这过分吧。你这。我踩着螺丝呢，给下边喷火。哎，让我过来就行。让我过来，我就不纠结什么螺不螺丝的。哎，有个尾巴真是方便。我天！我怎么感觉这个船到头了呢？哦，要去下一个飞空艇。拧啊！这个没有螺旋桨是怎么飞起来的？你告诉我。还没完事儿呢，到头了吧？应该是关底了啊，是关底了。我这个头真矮，这什么鬼？啊，小心它的阵地的效果。这次我要接到魔杖，终于完美一把。那好吧，那第七世界呢也给大家过了。第七世界应该多打了一关，其实那关不必要打，但是我迷路了，所以第四个还是第五关咱们多打了一关。国王呢也恢复原状啊，这个国王还不如变成花呢，好像戴了一个小面具，还是画的小丑的脸啊。看看碧琪又说什么。哦，这回是库巴来信，他把碧琪抓走了。那好吧，本期呢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下期再见。